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即将大学毕业的进步女青年林秋燕，面对美好家园惨遭蹂躏，面对日寇汉奸的残忍行径，她痛心疾首，与恋人张子墨相约毕业后一起奔赴延安，共同为拯救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林秋燕父亲是著名的考古专家，日军头目龟田次郎为了夺取林家收藏的古董文物，丧心病狂，将林秋燕一家残忍杀害，家中被洗劫一空。张子墨以为林秋燕已经遇害，怀着悲痛的心情只身奔赴延安，获救之后的林秋燕为了报仇加入到军统，从此二人天各一方。由于林秋燕父亲爱国专家的特殊身份，党组织安排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宋义坤负责对林秋燕的下落进行。我来帮你吧。不用，我自己能行。你还能坚持多久啊？什么意思啊？虽然他们已经走远了，但咱们现在还不能贸然的出去。这小小年纪挺老道的啊。刚才追你的是日本人吗？是。那你杀了他们的人？是啊。你太厉害了，大叔，我就佩服你们这样的英雄。英雄，我现在这个样子，像不像一只狗熊啊？才不是呢！你再坚持会儿，等他们回来再转一圈，咱们就安全了。你这么做你不怕吗？为什么要害怕？了不起，了不起！你
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大叔，哎，大叔，大叔。艦長の守備の中で暗殺されるなど、その相手が強大すぎると言いたいのか、お前たちが無能なのか。相手が強大でも私の責任です。まあまあの悪くない返事だ。何日で捕まえられる？いっか。今日捕まえられないならおそらく3年でも無理だ。すみません。今日中に必ず犯人を捕まえます。このままその通りに閣下に報告してもいいんだな。いえ、そうでは。もし3日以内に捕ま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切腹して天皇陛下に詫びます。ご迷惑はかけません。お前の行動も態度のように良ければ帝国は3年以内で中国を取れるな。大叔，大叔，我们可以走了。安全了吗？慢，慢点。哎，我自己行。我别理。慢点。谢谢你啊。不用客气。我这辈子能相信的人没几个，你算是一个。谢谢你救了我。对了，叫什么名字啊，丫头？我叫林秋燕。秋燕，秋燕啊，好名字啊。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好名字，父亲肯定是个读书人吧？是啊，这您都看出来了。老瞧不起人啊？以为我没念过书？这回你可就错了。你要是不读书，怎么可能从我的名字里就看出来我父亲是个读书人？我的意思是，你让我更佩服您了。还在念书吧？你可真神了。在哪个学堂？复旦大学。好学校啊，好学校。丫头，听叔一句话好吧，好好念书。如果这个日本人搅和的让你连书都念不下去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找个安全的地方静静待上几年，等我们把小日本都干完之后再回去继续念书好吧。可我也想打小日本啊。打小日本那是男人的事儿。可是，哎，走走走。以后咱能不这样了，行吗？那你说，你要我怎么个过法？娶个老婆，生几个孩子，想吃啥他就做点啥。你就情愿给人当孙子。我告诉你，当的还不是孙子，就是他妈的狗。我虽然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只要小日本在咱们的地界上，我就让他们安身不了。老蒋跑了是吧？老蒋跑了，我小许不跑。我没什么千军万马，但我一样能干出他千军万马干不了的事儿。就那咱们干完小日本呢？哎，这样好吧，干完小日本
我就依你了。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行吧？行。行，今天那个场面，真他妈神呐！怎么了？你遇上神仙了？你还别说，他一定是神仙。谁呀？就我那个小姑娘。你的意思就是有神保佑你干小日本呗？干小日本的神都保佑。那以后带上我呗，反正有神保佑着。来，喝酒。哎，咱们现在可不是聊喝酒的事儿啊。那你能不能心疼心疼我？什么意思？疼疼，喝了我该睡了。几点？太好了，马上联络林逸翔，告诉他明天老师见，我在凡尔赛西餐厅等他。是。知道就行了，老说有意思了。你行，以后我就不说了。不行，得夸夸我。夸你？我昨天晚上做了件很特别的事儿。什么事儿？我不告诉你。你就是想让我夸夸你做的事儿呗？当然。我饿了，你带我去吃饭吧。你想吃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我当然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了，可是你现在想吃什么，我怎么能知道呢？你带我吃什么，就是我想吃什么。那我带你去吃点好的，咱们去凡尔赛，你觉得怎么样？真的？啊？可是那个太贵了吧？我教书挣的钱啊，肯定够了。再说了，你能吃多少啊？走。在迈尔西埃路下车。小妹，里面请。欢迎光临。请坐。您的菜单。林先。哎呦，哎，徐老板，许久未见，您可依旧是神采奕奕。哪里哪里，这来人怎么不先打个招呼啊？哎，过来等个人，这点小事忙您干嘛呀？还没来是吧？快来了，先陪你聊聊，先坐。欢迎下次光临。我说您这生意可真是好的不得了啊！这仗真的不能打，仗一打，咱们都是喝西北风，那一停战，咱们大家都有酒喝了是吧？行行，您这边请。这边。
司长这边。 不打扰你们吧。喂，感情是你们二位啊，没错，都是老朋友了，没什么可避讳的，一块坐下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喂，你们相约一定有要事相谈，我就不叨扰了啊。待会儿再给你们送瓶好酒过来。好，谢谢。您先忙。坐坐坐坐啊。好。咱们点什么呀？随便你，钱够了。 够什么呀？好贵啊！徐龙，不好意思，我失陪一下，用餐愉快。谢谢，谢谢。哥，看到那对年轻学生了吗？你想吃什么就点点什么。看到了，什么方法？这个大块的是你的。 小块的是我的，你吃啊！我不饿，你先吃，多吃点。我吃好了。你这么喜欢这家西餐厅，多吃点，我身上钱够。我真吃饱了。其实，我最主要还是喜欢这家餐厅的环境跟气氛。这家餐厅的老板真的很有品味。 搞错了吧？我们只点了牛排，两位请慢用。请慢用。你们好，二位应该是还在读书的大学生吧？是啊。欢迎二位光顾小店。鄙人梁希龙是这里的经理。你好。我们老板很敬重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两道菜是他吩咐请你们品尝的。可是，我们真的吃饱了，我们吃不了很多的。 请不要客气，你们都还在上学，我们老板都懂的。这所有的餐费都已经替你们免了，请慢用。欢迎常来。这什么意思啊？你真吃饱了吗？讨厌，没吃饱的是你吧？ 不管吃不吃饱，咱不能辜负了这里老板，不是？吃吧。你真想得开。你说，咱们如果要是不吃，那不就是成了不给老板面子了吗？我先尝尝有没有毒。没毒，好吃，吃吧。你吃吧，我就喜欢看着你吃东西的样子。真的？是啊。 我也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不许学我说话。那我就不说了呗。谁让你说了？我让你吃。你不吃，我也不吃。哎，这句我可不是学你啊。那这东西真有毒吗？会吗？你说这儿的老板为什么要请咱们吃啊？嗯，还是你心思缜密。 那咱们到底是吃还是不吃？你想气死我呀？你都吃了，我干嘛不吃？都是你的。你不想让我吃了吧？不是啊。那你也吃啊。吃就吃。有家里的消息吗？二老都还好，可能是因为家父的名望吧。南京沦陷之后，日本人。 并没有太为难家父，那就好。我会尽快向组织申请，将林老师和夫人撤出南京。多谢。另外，组织上决定了，将你调往重庆工作。什么时候动身？后天。徐非凡。
可以好好争取一下。你的工作我会继续的，放心吧，不会让你白弄的。一路平安。谢了。回宿舍吧，明天见。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早就收拾好了。我说你个大男人，别这么细致好不好？我细不细致，这得看你啊。看我什么？你要是能细致了，我这不就不用。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有话就直说。我都说了。是吗？是啊。坏吧你就。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自打南京沦陷那天起，我就收拾好东西，准备随时回去。能收到我姐姐的来信真好，说明她还活着。谢谢你一直为我父母担心。大家都还活着，真好。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啊。
我们的亲人都还活着，而且我马上就能见到他们，应该高兴是不是？是。哎，对了，你说刚刚那个大汉奸黄三德是谁打死的？你啊？你想气死我呀？不是，真的是你。反正不是重庆就是延安杀死他，说明我们今晚的行动是对的。我一直认为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我说的是我们。谢谢。你说，等咱们回了南京，接着吓唬汉奸？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真好。哎呀，我得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去了。队长回来了，啊！哎，你怎么不问问我活干得怎么样？有这个必要吗？您失过手吗？臭小子，锅里坐。好。队长，是不是有新的任务？参加南市保卫战的兄弟还有多少没撤出来？10个左右吧，但他们其余大部分已达到苏皖边境的集结区。处座命令我们在上海周边泽地设立特训班，第一批学员就是这批兄弟。明白了，我明天就去选择地址。处座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他近期可能来上海。放心吧，我会尽快安排好的。记住了，最好选择在山区。是。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住了吗？记住了，你的工作安排，江苏省委会通过南京的同志转达给你。好，那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切记，南京已经沦陷，凡事一定要小心。好，您放心吧。组织上已经同意我们马上转移林奇轩一家。找到林奇轩了吗？他已经回南京了。回南京了，是啊，可能是林老爷子考虑他一个人在上海不安全。目前的南京啊，所有的商铺恢复正式营业，工厂开工，学校开课，表面上是一片坦平，那都是假的，那是日本人在粉饰太平，背后还是极其凶险。到处都有日本人的眼线，而且林老爷子不仅是知名的考古学家，爱国志士，他手上还有大量的古董字画，日本人啊，早就觊觎已久了。他在南京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这样，事不宜迟，马上联络南京的同志，商量营救计划。是。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坐黄包车回去就行。你也快回去吧，都好久没看到姐姐了。那好吧，你一路注意安全啊。放心吧，你还不知道我。走啦，再见。再见。小姐，你可回来了！您怎么样？身体都还好吧？好啊，好着呢。我爹我娘呢？老爷在书房呢。太太呀，刚才在这儿还念叨着呢，你怎么还不回来？现在刚回房去。陈叔，那您帮我把箱子拿回房间。哎。
终于回来了。娘，您又想小妹了？唉，若是你小妹还活在人世，一定跟你一样，长成大姑娘。可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娘，娘，您每天都拜观音菩萨，菩萨一定会保佑小妹的，她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娘知道，可算是回来了。娘瞧瞧。哎，大哥有没有给您写信啊？他什么时候回国？咱们一家可好久都没有团聚了。前些阵子来信了，说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这外国离咱们这么远，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呀？那您就放心大哥一个人在外头呀？逸翔，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个捣蛋鬼。从小你就爱舞刀弄枪的，没个女孩子样。好在有子墨那孩子帮我们看着你，要不然这些年你在上海，我和你爹可真不放心。闹了半天，我在您心里就是个捣蛋鬼呀，我可真伤心。哟，我看看，你真伤心了，会吗？哼，我要去找我爹去了。去吧去吧。娘，晚上给我做个鸭血粉丝汤吧，我可馋死了。好，我的宝贝女儿。你可回来了，让我看看。嗯，没瘦。那当然，为了您哪敢瘦呀？个子也高了。爹，您在看什么呢？我在看《酌情图》呢。酌情图？嗯，没听过哎。没听过吧？啊。来，爹给你说说。好。这个《酌情图》啊，是东晋名家顾恺之的传世之作。虽然这图比不上《洛神赋图》，可在画风上，这也是一绝呀。不过可惜啊，爹这幅不是真迹，是古人的摹本。哎，你别看是摹本，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佳作。对，戴上手套。子墨，快出来吃饭！来了。姐做了你最爱吃的菜。这么多菜？怎么样，错吧？哎，我说子墨，你和秋燕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人林家谈啊？隔壁老孙家那小子跟你一样大，那孩子都快满一岁了。姐，你怎么还操心起这个来了？跟老太婆似的。哎哎哎！你还嫌弃我了？你四岁的时候，咱爸妈就过世了，是咱们姐俩相依为命，还不是我把你拉扯大的。我的话，就是咱爸妈的话。再说，你给咱们老张家传宗接代，那才是头等大事。姐，我知道啊，我知道您劳苦功高，不过这事儿我真没想过。现在国家危难，大丈夫何以成家？那你跟姐交代句实话，你打算怎么办？我想投军。不行，你可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丁，你万一要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爸妈交代？我告诉你啊，张子墨，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找份工作，哪里也不许去，知道吗？知道知道。吃饭吃饭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啊？听到了，听到了，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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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菜可好吃了，真的。
进。特别行动队周志涛前来报道。坐。是。南京沦陷多长时间了？94天。想回去吗？想。志涛保证完成任务。完成什么任务？把宋宁石根的人头带回来给你。松井石根的人头，那早晚是我们的了。坐。那我就去东京吧。继续。去把小日本天皇的脑袋带回来。嗯，很好。谢处座。从你进房间到现在为止，我一共说了几句话？9句。错。没错。哦，错了，是8句。到底是几句？从我开始听到您的声音起是9句。进。但您问我的是，从我进来以后您一共说了几句？所以，从我听到声音起算是9句，从我进来以后算是8句。您问我的是，从我进来以后您一共说了几句话？是8句。所以我错了。我们在敌人面前能说错了吗？没有机会。明白就好。志涛惭愧。记住，我们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否则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明白。你即刻启程前往南京，务必要把林老先生一家人安全地送到武汉。是。今天是国都沦陷的第100天，你们逝去的，我们还在的，都同样经受了苦难。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想要把这些苦难加倍的还给我们的敌人。安息吧，我们活着的人知道该怎么做。咱们去参军吧。不是咱们，是我。可以啊，那以后咱们就你是你，我是我。秋燕，秋燕。秋燕，扛枪打仗保卫祖国是我们男人的职责，不是吗？国家就只是你们男人的国家吗？当然不是。还聊吗？秋燕，秋燕，对不起，是我太偏执了。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没错，我懂你。你真好。有你这句话，我现在死都值了。不许你瞎说。我没瞎说。不管你瞎不瞎说。是我不允许你这么说。那行，我不瞎说了，你以后也不许瞎说了。我什么时候瞎说了？你还少瞎说了。那你说说看，要是我死了，你会怎么办？你看，说不瞎说不瞎说，你看你又瞎说了。不管瞎不瞎说，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吧。你真想听？嗯。你在我这儿。永远都死不了。再见。李先生，我收到上峰命令，
务必要将您和您的家人护送到武汉，希望您能配合。去武汉？为什么？我林某人虽然是一介书生，但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想离开南京，我早就离开了。林先生，我知道您是有气节的文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出了什么事，您的家人怎么办？还有这满屋子的珍本古籍怎么办？你想过吗？我好意相劝，你就是不听。今天如果换了别人来，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了吧？撒羊刀了。二小姐，陈叔，你到哪儿去了？家里来客人了。是啊，正在客厅跟老爷聊着呢。我去看一眼。这孩子，小心着凉。爹，家里来客人了，他们是谁啊？哦，这位是军统局特别行动队周志涛，周队长。这是小女秋叶。林小姐。爹，他们来干什么？护送我们去武汉。去武汉？为什么？因为南京十分危险，我收到上峰命令，务必将林家安全送到武汉。可现在南京是铜墙铁壁，照你的意思，日本人早就盯上我们了，那你又如何送我们离开？我们会向诸位转移到南京的一处秘密地点，给日本人造成你们已经离开的假象，然后伺机离开南京。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不是为了我们家的古董？林小姐，周某可以以人格保证，但是其他的……你什么都保证不了，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行了。古董只要不收治日本人，无妨。多谢林先生信任，请您放心，周某定不负所托。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今晚后半夜。林先生，林小姐，我们回去了。请。晚上见。你找一个猎头的地，别离林家太远。是。张强，一会儿你带一个兄弟，观察林家周围情况，有什么状况随时告诉我。你们俩都听好了，今晚后半夜，我们开始执行任务，绝不能有闪失。是。不干了。怎么了？这点活都干不了了？爹，我觉得这个周志涛就是虚张声势。哪有那么夸张啊？再说我这刚回来又要走。爹，咱能不走吗？不行，防患于未然，我担心会出事儿。我会武，我保护你们。你的武功能挡住日本人的子弹吗？别逞能了。
爹，你先收拾着啊，我出去一下。哎，你去哪儿啊？秋叶，一会儿就回来。注意安全。子墨，子墨，子墨，哎呀，姐，秋叶，哎呀，好久不见了。姐，你最近一切都还好吧？好，好，好。哎呀，秋叶是越来越漂亮了。来，坐会儿。子墨没在家吗？他呀，一回来就往外跑，说是去找工作，可总是一大早就出门了，经常半夜才回家。他的事儿我也搞不懂。哎，你找他有事儿？哦，也没什么事儿，他不在就算了。姐，那我先回去了，喝杯茶再走。不了，我回家还有事儿呢。那好吧，等子墨回来呀，我让他去找你。姐，我回去了啊，你注意身体。那你，秋叶，你经常过来玩啊。好，慢点啊，秋叶。姐，再见。哎。打烊了，明天再来吧。老板，我白天买书的时候包好像落着了，我能进去找找吗？进来吧。说走就走，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不是逼不得已吗？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再回来。啊！这人老了，就容易伤感。毕竟是在这住了几十年了，子墨，我走了，离开南京去武汉了，真不想离开你，但父母年纪大了，大哥又不在身边，我只有陪父母去武汉了。这张照片留给你，没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看看我。到了武汉，我就立刻写信给你，到时候你来武汉找我好吗？子墨，一定要想着我。老沈同志，我的那个申请组织上同意了吗？怎么，你就这么急着要去前线？是啊。那我倒是想听听看，你到了前线能做些什么？扛枪打仗你能行吗？我虽然现在不行，但是我可以学啊。那我们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吗？不是，大材小用您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上海复旦大学金融专业毕业的吧？是啊。根据你的情况，组织决定送你去延安。延安？是，在延安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
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过，我能不能带个人跟我一块儿去？什么人？可靠吗？很可靠，是我复旦大学的同学，学历史的，林奇轩教授的女儿。我可以向组织申请。谢谢老陈，你赶快准备一下，随时准备出发。是。卓青图和密图，乖乖的给我交出来。
木斋，是你，没错吧？その通りだ。
队长，不好了，林家出事了，走。 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后半夜，怎么了？那外面不太平，你以后早点回来，省得我担心。我知道了，姐，我走了啊。哎，等等，你抽空啊，去秋燕家那看看，她昨天傍晚来找过你，好像有什么事儿。秋燕来找过我。好，我这就去。嗯，路上小心啊。听说了吗？全死了，一个也没有留下。谁说的？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骗谁呢？这林家呀，完了！啊！全都……哎，让我进去！不进去！不进去！林大人等不得入内。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林家二小姐，林家二小姐在哪儿？都死了。 不可能！
才对啊，我们的亲人都还活着，而且我马上就能见到他们，应该高兴是不是？是。那你说说看，要是我死了，你会怎么办？你看，说不瞎说不瞎说，你看你又瞎说了。不管我瞎不瞎说，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真想听？你在我这儿，永远都死不了。子墨，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林家出事儿。求爷爷，求爷爷，日本人为什么会对林家突然采取行动呢？听说军统的人刚接触过林启轩。军统？日本人早在林家周围做了布控，这次突然行动，是不是发现了军统的人？军统人怎么能这么冒失呢？不调查周边情况吗？这么做只能刺激日本，逼他们采取行动的。但现场没有发现林清苑的尸骸，会不会被军统的人带走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马上向上级汇报。另外，加派人手在南京周边搜寻林清苑。是。小姐，你身上有伤，别乱动。我爹娘呢？你别激动。我问你话，我爹娘呢？说。去世了。告诉我，是谁杀了他？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凶手都已经撤离了，实在对不起。能帮帮我吗？
帮助你是我的职责，你吩咐吧。帮我找到凶手。我说过，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